外一笔钱就当时就已经赚到了，就已经赚到一笔钱。第六，小心讲话。我给我舅舅看，给我阿姨看。不太有常态的一些话，不要说一些比较美丽的佣人的好话。那你去玩了，你只要在上班，你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假，你可以想能不能够随心所欲的，不可能的。不过人是这样。